就是反正要输了又要被怪了吗？肯定是的。反正好，今天不管我有没有转播，电狼赢了，大家会说啊，还好阿宝没转播，所以电狼赢了。但如果我今天电狼输了，他们也会说，那个看得出来就是我的毒遗留在这礼拜，所以电狼又输了。反正不管我有没有转播，只要电狼输了。盖我就是要扛这个锅，来我擦。哎，奶绿这边，哇，唯一用过了大绝，直接被灌了回来。可是小军在旁边，有办法救他吗？小军是救不了了。哇，他们看起来是铁核心助绿哥哎。HK 很知道怎么打电狼哎，是永远你看到这拉斯永远都是在助奶绿。哎，有喽，开得好哎，玉祥。有喽，开到你了，玉祥。可是奶绿，哇，奶绿真的是被恶心到烂掉啦，奶绿已经零三零啦，绿哥回到有吗？十四零，哇 ，DADA， 那就没办法嘞，那就没办法，右空要把你家打，可是这边 DADA 位置很差，奶绿复活甲被打出来，玉祥在后面复活甲也被打出来，玉祥倒下了，奶绿好像也倒下了，真的应该也，哇，全部倒下了，没了，哇，十四 D 哎。真的十四 D 那没办法哎，各位先安静，我们先看一下冠军精彩的表演，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。六九个圣杯，如果今天的比赛我们推掉了所做的防御塔，你都还没输，我走。如果没有，那就是建议我的队友会代替我摧毁最后的珠宝。好掉哦，这是我近年来看过官方拍的最好的短片。很帅耶，很帅啊，很帅，靖哥，他讲的也没错。我推掉你九座防御塔，你还没输，我走，我先退。建议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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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接受我的建议。白痴，又是这个画面，贼拉到啊，小战拉到，太好了，詹哥又指着你为生，詹总在这边，感觉 HK GG 喽。哎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。不要让对面有机会跟你抢，好不好啊？不是啊，刚没制裁到就输了，还又输了，搞得我很紧张啊！没必要把事情搞得这么恐怖吧？我很紧张啊，各位！你们打比赛，我这么紧张是怎样？今天转播安全下庄，安全下庄，各位，安全下庄。